Hello，大家好。你就讲一下哈，一定要常常赞颂他人的功德。如果别人做了什么好事，一定要说，一定要说，一定要说。然后呢，每天都夸别人，每天都夸别人。这个缘由呢，肯定是很复杂，很复杂了。但正所谓，祸从口出，说的话里面哈，特别容易就所谓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故意说的，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烦恼，或者是多想一些或者什么不好，不好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把要说的话换成表扬的话，然后呢？当然能不说就尽量不说话，不说废话。你说的话就尽量说表扬别人的话，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大家都欢喜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障碍，对不对？加油！